汉雄罗军真久无看呀，是啦，哈哈哈。伫个王爷明江中集团所带来个以台南前辈作家柯炳鼎个小红绳做主题所表演个走找小红绳传奇个布袋戏中，由台南市文化局邀集着济济在地优秀个台语表演艺术工作者所举办个2020台南台语月，7月1号伫个五园公会堂召开记者会。啊，咱第一个主题就是讲，咱有一个啊小红绳个即个台语个小说。啊，这是咱非常有名的这个柯炳鼎啊，咱过去的前辈，伊所创作的一个啊，以台南啊这个城市为背景啊，以咱遮的宗教信仰、神明、寺庙啊、巷尾啊，做作为伊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吼，啊设计出来一个故事啊，非常趣味、非常精彩。所以咱今年啊，用这个故事透过戏剧、透过布袋戏、透过舞蹈的形式。啊，要来演出来，予大家看，啊，予大家了解到啊，这个故事的内容，啊嘛，予大家知影讲哦，原来台语写出来的小说嘛是这么水，这么好看。我想，咱真侪咱的少年朋友，吼，有当时啊，因为生活的关系，有当时啊，因为环境的关系，还是家庭的关系，甚至是学校的关系，接触台语的机会愈来愈少，所以呢，咱要啊，用这种的方式，要予愈来愈侪人，尤其是少年朋友，会当来。人物台语，当感觉了解台语的水，你希望透过台语话的这个活动来啊，一步一步啊，一项一项来啊，这个修改改善这个现象。2020台南台语话，欢迎大家来讲台语，赞哦！台南台语话今年是第二冬来举办，希望将台语的精神用艺文形态来推广，而且五园艺文中心、新娘文化中心。中亚艺文中心、少龙文化园区为大家来表演，要甲台语教育、文化、美学含着全体市民来分享。2020台南台语月。